是长形的，笔条中等墨色，比金条浓墨，册封用笔。好，我们刷好以后，给调一点浓墨，画它的字。用笔，调浓墨，把这个多近，这个叶子画小了一点，加一加。半干时。我们调一个浓墨，把它的劲。湿了一点，等一下就好。好了，我们先调一个。再画琵琶，啊，藤黄，鹅黄也可以，这是鹅黄，比藤黄稍稍适中一点。笔尖调至实，侧锋，
大小都差不多。是花大半个，留一点点空。皮包画完了，然后用一个调一个浓墨，我们现在可以调浓墨了，可以勾了，把这个意境勾一下。点齐，这是浓墨点。调一个中等墨色，把这个琵琶连起来。
这琵琶就画完了。琵琶画完以后呢，下面画小鸡。一个中等木色，要准备一张纸。这个画小鸡呢，全部是用墨，很容易印，所以要准备一张纸。笔尖呢，调一点点墨。侧锋。一头，二背，三翅膀。侧方一笔画头，侧方两笔画翅膀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这个还有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。大部分是三笔啊。首先画头，都是画，首先画头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往下。还有淡墨，你沾点水刮一刮，用淡墨画他的身体。胸、腹后面这个臀部，一二，好，然后画大腿，顺着这个画一笔大腿，又给它印出去了。背、臀部，这是胸和腹，大腿。一、二，大腿，
去。大腿的这顺着这个胸往后这样画一笔。你看这个小鸡呢，画出来大部分都是圆圆的，像一个球，像一个球，像一个鸡蛋。像个鸡蛋，很明显啊。好了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个六个小鸡画好，下面画它的嘴，条龙，全部这个笔呢，不能笔洗过以后呢，笔全部是浓墨，不能用笔尖蘸一点点。笔尖沾一点点，它会印出去的。啊，我们先画嘴巴。笔尖向前。这到后面，开嘴角了。眼睛、爪、眼睛、爪、爪是三个指朝前，一个向后，
是后面那个腿看到一点点，点一下。也是开嘴叫的，眼睛。好了，这个下面呢，就是它这个翅膀呢是黑的，是尖，翅膀的尖，我们正趁它还没有完全干透，这样点一下，这样摸得五个颜色，浓的三个颜色都有了，浓的、淡的、中等的。这是每幅画的最基本的要求，就这样。这里还有爪，原稿这个没有画，给它画一下，好像画的不好看一点。这张画就画完了，这个这是琵琶小鸡，鸡的款式一群多事。凤凰鸡，凤凰雏，就是雏是小鸡的意思。好，这张画就画完了，我们看一下。是琵琶，小鸡。